我是战主陈怡静，今天热什么？前沙巴首长穆沙阿曼涉嫌贪污，今天下午2点将被提控上庭。那穆沙阿曼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半被传召到反贪会入供，以协助调查前朝政府的伐木业贪腐课题。而刚刚呢，反贪会副主席阿占巴基他就证实了，穆沙阿曼将在今天下午2点被押往吉隆坡地庭，面对多达35项的贪污指控，涉及的金额是高达2亿4300万令吉。那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反贪会曾在今年9月传召穆沙阿曼来协助调查收买议员跳槽的事件，而同时间呢，他也被警方传召入供，针对恐吓州元首的案件来协助调查。看来啊，这位前沙巴首长还真的是祸不单行呀。